左边，再去左边，有人稍微往左边转一下。打闪灯都那个，看你那个，你卡掉。这边。 左边，下面，右边这一张，来这里，右边，来来来，右边，我们往左边转一下。 比基尼，如果是你都需要做到安全措施的话，你们本身那件比基尼就会让你觉得很危险，穿上去你就觉得很危险。对，但是像这个Blush的比基尼，就我们安全没有这样困扰。不知道主厨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困扰？他也都没戴上面。在穿比基尼的时候，我们当然第一个就是安全性。
所以包覆感是很重要的。然后再来是舒适度的部分，因为其实有些比基尼它看起来非常的炫目，但穿起来就是会让你黑黑的。可是我会觉得，穿起来非常的舒服，它被棉花包裹住的感觉。那你在挑选比基尼的时候，也会特别注意这一点。对，当然会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比基尼像刚刚讲的嘛，如果你一年四季都要穿比基尼，那你就是要像，它就要像女生内衣一样，你要做到让女生感觉像是穿内衣那样子舒服，像躺在床上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，对，所以这个 Blush 的比基尼让我觉得很惊艳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不像是我对普通的泳衣的印象是，因为泳衣通常它的材质要防水，它可能会比较厚，你穿上去你会觉得很闷，所以你真的就是游完泳之后就把它脱下来。但是 Blush 比基尼，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软，然后你穿上一整天，你都不会觉得有闷热不舒服的感觉。所以基本上在夏天的时候，我不只把它来当泳衣，我基本上都把它来当内衣在穿。把它穿出门一整天下来，我都觉得，哇塞，我就好像躺在家里的那个天丝里的床上面的感觉。是吗？对，不是我家里的，我是说外面，就是饭店里面的天丝里的床，而且哇，好舒服，就是你的肌肤在上面完全就是没有任何负担，没有被束缚。尤其是比基尼啊，就是刚有说过嘛，我们是现场的那个自己的比基尼，它是一个很强大的单，搭配单品看起来又很舒服。那是很多，包括我自己啦，都会觉得要胸不平何以平天下。每次在穿比基尼的时候，都会拼命挤、拼命挤、拼命挤。可是我觉得，我觉得应该没有这样的困扰吧？如果对有关注比基尼的话，它的我觉得它的集中效果。我觉得它的集中效果真的是太棒了，因为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女生，她可能因为她穿上泳衣，她去海边，她为了拍照，所以她在里面基本上可以很贴的 new bra， 让画面上看起来比较好看。但是其实你知道，如果你们是女生的话，你就会知道夏天在那么热的天气，有那么多汗，你还贴 new bra 其实非常不行，而且还有可能因为你在海边水动的 new bra 其实会露出来，所以不好看。但是我觉得这一个 blush 他们的比基尼的每一款，他们的设计，然后他们都会让我觉得，哇塞，你完全不需要去担心你的胸部不集中。然后它可以让你不用贴 new bra， 你胸部就往中间靠近，至于因为通常你往中间靠近，你会需要很厚很厚，但是又接触到它的舒适跟透气，就让我觉得哇，很惊艳。因为我觉得哇，这个机能性的泳衣，对，对，又有美感，然后这，这是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优点，全部的有一个非常非常的惊艳。那其实是熊熊一推出这个比基尼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哇，超开心，因为我跟熊熊是好姐妹嘛。然后看到他就是，他的事业版图越来越大，现在要自己就是有经商，然后从事各个方面的领域，我觉得为他很开心。然后另一方面呢，也是熊熊也找我说，希望跟我推出一个跟 Blush 做联名的那个比基尼的款式，那也一样呢，即将会推出。那这个比基尼接下来推出的东西，其实就是我自己有参与的讨论，还有我会放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想法进去，然后同时联名也会有我自己的 logo 在上面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也是一件蛮重大的事情，蛮重要的里程碑在我的人生里面，因为基本上我的人生里面还没有跟任何一个品牌有做联名这件事情，然后竟然。还是跟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 Blush 这个比基尼品牌，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爱运动、爱去海边晒太阳、然后水上活动的人。虽然说我这样讲有点说服力，又很崇拜，对，可是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去做户外活动，所以这一次可以跟 Blush 做联名，我觉得哇，真的是你知道，就是美梦成真，我觉得很开心。然后呢，也非常非常的期待接下来要推出我跟 Blush 的联名款，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支持。然后把我自己觉得好看、舒适，然后让女生穿上去都会有自信的比基尼，然后让大家看到。里面我的设计没有粉红色，因为其实 Blush
家知道在想象就已经很粉嫩，是少女了。所以我想说，那这次既然我来玲玲加入，除了少女之外，还要推出给另外的不是少女的市场。如果大家有比较运动、比较 sporty 的感觉，然后比较喜欢微性感、小小的成熟的话，我来帮这一块的女生发声。所以我的年龄反馈比较像是我自己个人本身的风格，因为那个粉红色就是很少女，但是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太少女的人。对，那所以我也想说，就是把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推出来，然后让那些可能不敢尝试那么少女的女生们也可以来穿上大胸的，对，享受穿泳衣可以绽放出来的魅力跟自信。我觉得在场的五位大哥们一定都非常的期待，因为其实老实讲，我觉得运动内衣呀、它跟内衣基本上透露度是差不多的。但是如果你说请一个女生穿运动内衣去跑步，跟请她穿内衣去跑步，相信大家应该比较女生会比较选择运动男，所以非常期待。那个竹竹运动风的 Flush 登场，好，我们谢谢竹竹。